魂能源。啊！风暴！哇！哎呀！哇，马术！我好羡慕凯伊和昂尼亚，他们有这么厉害的脱宝战士 X Y 保护着他们。可不是吗，月儿？像脱宝战士这么炫酷的汽车机器人，谁不想要呢？嗯，月儿、马术，你们好呀，我是都云博士。哇，是都云博士！下周我计划带着卡伊、昂尼还有赛斯出去度假，脱宝战士 XYZ 就暂时交给你们保管了，记得要和脱宝战士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哦，拜拜。哦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和超级厉害的脱宝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了耶！听起来像是真的。月儿，你看。这就是都云博士说的脱宝战士 XYZ。 没错没错，马术，我们赶紧给他变身吧。好好好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先选一个。我先选。据说卡伊的脱宝战士 X 拥有超强的力量，和我的一样，所以我选 X。 那我就选昂尼的脱宝战士 Y 吧，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拥有超快速度。OK， 那么脱宝战士 Z， 我们最后一起玩吧。百尼，百尼，百尼 ，Go！ 咻！现在我要来展示我们的脱宝战士 X 了。它呀有两把钥匙，分别是在我们的左侧，还有右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把它车盖的零件给它卸下来。左边是把铲子，那么铲子呢是有个小秘密的，需要把它掀开，就是一把钥匙了。当当，首先呢要拿出我们的钥匙，然后旋转车身，大家可以看到在车的尾部是有一个钥匙孔的，把它打开，嘿，超能版脱宝战士变身。接下来呢，沿着这条线把我们脱宝战士 X 的头部翻出来，哇，扣上车盖，打开车头，拿出尾翼，然后把这里折起来，收起车灯， OK， 好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拼完一半了，月儿你呢？我的应该拼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谁拼的更快吧。好啊好啊，来。分开腿部。现在我们给它配上炫酷的装备吧，上腰带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背部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凹槽在的，把凹槽的地方收起来，像这样就完成了。哇，我的脱宝战士 X 已经变身完成。 OK OK， 我的脱宝战士 Y 也变身完成了。哇，月儿，快看，那是脱宝 Z。
们现在来看一下驼宝战士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吧。好呀好呀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驼宝战士 X， 我的必杀技是威力剪刀。威力剪刀。我的必杀技是超音踢腿，怕吧？超音踢腿！哇！原来驼宝战士有这么多技能呢！哎，远不止这些呢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驼宝战士 X 和 Y， 他们可以合体成为更厉害的泰坦机器人呢！哇，真的吗？怎么样，月儿？每个驼宝战士，他们不仅有独特的机器人和汽车形态，而且呀，他们还可以合体组成新的驼宝战士呢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合体后的驼宝战士肯定更加厉害。那是当然了。小番茄们，今天呢，月儿跟马树就一起玩了这个超级好玩的驼宝战士 XYZ。是的，那么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？不要忘记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喽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拜拜。